各位法师，各位弟子阿弥陀佛。有个大家讲，咱每一届拢爱会记恁顶一届讲到倒位吼？咱顶一届讲到第几点？第七点。第五点讲爱水，精进不害的缘。哦，足好个，大家拢会记哩吼。水精进不害的缘，出光明的滋味，上一次有跟大家说，咱是要一点点微微，还是要好年冬的修行？要好年冬的修行哦。咱什么才会好年冬的修行？梦想你打才有通较紧啊。咱若修行，咱念佛吼，可能念几世人吼，才有一点点啊微微啊尔，有一点眉目而已啊。所以咱就是要再来调咱还未看到光明进前的黑暗，那边又跟大家说到多杰法师，三年只有一个想法，又说到憨山大师，憨山大师他有法度六十年之间，西方三圣一直都在目睭前，又冰雪清凉的境界也常常都在目睭前，这样也不烧热，也不烧崩，他是要怎么生活，有说到这就是要让我们要学会共破时间和空间，自然我们就有法度，所以我们如果有法度共破时间和空间，如果这样做你生活，做你做工作，做你做事业，我们同样都可以念佛，都可以无断。那边有跟大家说到，如果这样要共破时间和空间，要补出光明的滋味，有两点要去做到。第一项是什么？第一项、是我们什么低见要怎样？要扫清，对吗？第二点讲行为的改变，低见扫清，这就是什么？眼，对不？这就是咱的什么足？所以咱才会知吼，慧目发足，有好的眼光，安尼咱阁有好的开始。顶一届就是教大家讲到第一点，低见爱安那扫清，就是咱爱去看破时间甲空间伊的虚妄性。那顶一届要下课前，甲大家讲到时间是真虚妄的，时间是随咱的心力。才很有时间的，那咱对咱的心力的控制力甲主张，那愈强的时阵，迄时阵咱是愈清醒，还是愈糊？嘿，愈清醒。啊，愈清醒的时阵，感觉的时间愈长啊，愈短。嘿，愈短。咱啊对心力的控制力甲主张。那愈弱的时阵，愈无法度控制的时阵，愈无主张的时阵，这时阵咱就规个心就是较糊，那时阵咱就会感觉时间愈，愈久愈长，嘿，真好吼，大家拢会记哩，所以咱就知影时间是咱心力的引起呢，随咱心力对咱心力的控制，伊随时拢在改变的。那这礼拜就是要甲大家讲。
空间嘛是足希望的，空间嘛是真希望的。咱对空间诶感觉足实在，是因为咱伫着哩，咱所看到的这万事万物、万万万物，拢有起来动静的相，都有去来动静之相。咱会感觉这个空间的存在，有这万事万物的存在，是因为这万事万物啊，咱执着于伊有起有来有动有静，所以咱才有这个空间的感觉。其实起来这是互相对待才有的。咱举一个例，咱拢有过的经验，大家捌坐过火车嘛？吼、哦，也是迄、那个即马。还有这捷运，吼、哦，啊，恁捌拄着讲，伫月台的时阵，拄好两班火车停隔壁无？吼、哦，啊，两班火车停隔壁的时阵，恁来突然间感觉，咱的火车开始行，啊，其实是谁开始行？嘿，隔壁台开始行对无？啊，咱是，不过咱嘛是足实在的感觉嘿，有影我开始，阮这台开始驶啊。哎呀，啊，等到迄台驶走去啊，连马溜都无看啊，哇，咱才看到遐个厝啊，遐个景物，才知影讲吼，咱这台开始驶未？嘿，啊未。啊，所以才知影，其实这动甲静，是因为咱有比较，你是对。对象来讲是重，对象来讲是无重，安尼才有诶。所以咱就是对这有起来、甲有动、有静，咱才感觉到讲哦，有这个空间，我坐伫火车底。啊，其实你看，对咱实际上拢有这种诶经验。咱感觉重诶，敢真正有点重？嘿，无啊，对无？啊，毋过咱感觉静诶，敢真正点点伫遐？嘿，嘛无啊！你感觉你点点伫遐，你坐伫火车底，你即台火车无走，请问地球有咧转无？有啊，我还等你个看过啊，佮转到不哩紧哦，七八几克咯，啊，一点钟转啊紧，咱拢无感觉。所以会知影讲，即有气也是来动静，即拢是因为咱甲其他的景物，咱互相。啊，对待比较，咱才有这种的错误的感觉。所以咱其实咱在对空间、在事物的感觉，其实嘛是咱嘛是停留里有遮的相，起来动静，有遮的相，咱才感觉有万事万物伊的存在，咱才感觉讲有这个空间。啊，遮老菩萨较济吼，咱毋捌坐过云霄飞车，嘛应该捌看过恁的子孙啊坐过云霄飞车吧，吼？哎呀，啊，也是人你也带子孙啊去佚佗，啊，游乐场所是毋是有当时啊有一寡游乐器具是坐足紧的，啊坐足紧的，你家己坐的时阵会惊，有当时啊免家己坐，你看人坐你就惊，啊，其实。咱爱去想看卖啊嘞，到底惊咱是伫惊啥物？可能惊出轨咱摔死去，还是惊安怎？还是惊伊真紧？啊奇怪嘞，咱坐地球转啊紧，咱都拢无咧惊。伫我去山顶大进前，最后一摆甲厝里的人过年的时阵，啊，迄时阵我甲阮俗家的老爸。啊，出去佚佗，去到一个所在，伊突然间真趣味，伊讲，咱来坐遐，就是儿童乐园的遐，啊，就讲来坐遐，遐是一个太空梭，好像遐是伫九族文化村的样子，我印象中是安尼，讲来坐遐太空梭，我想讲好啊，伊突然间对这囡仔咪有遐有兴趣，我就陪伊坐啊，伊遐。太空梭伊内面吼是五分钟，伊走一段是五分钟，两个人坐一台，伊坐入去了吼，
伊就是对一个入口吼入去了后，伊个站内面吼设一个弄一个密闭的空间，设一个了后，伊个设位另外这边一个出口出来，就来遮吼，再个换人坐，伊内面的布置吼，内面的布置是完全密闭的，伊甲内面的布置吼，布置甲吼有青毛个牛，所以吼，阮两个就坐到入去啊，迄一届的时阵吼，我甲阮老爸坐，不管伊内面安那转安那坐，阮两个拢无惊，不但无惊，而且阮两个搁来伫内面诶开讲五分钟，搁内面淡仔比讲，哦，迄边有星，即个就是北斗七星，这是啥？踮内面淡仔讲，伫内面规个布置诶感觉吼，规个布置诶感觉，你就是感觉，就敢若像咱。安尼驶去家己太空，有星有月亮世界，拢真很遥远的，有看到遐。等下，阮内面拢袂惊哦。等下伊要行出来吼，行伫地面即座，行到即座的时阵，就较无看到遐景象啊吼。阮两个打头一看，也要惊死。阮看到白白咧行，阮才知影阮拄仔原来是安那行。我画互恁看吼。伊一接去了后，就开始，然后。这拢倒头栽哦，倒头栽你栽，栽来再搁飞，再搁飞出来，非常的紧。不过伫内面，阮完全拢唔知伊是安尼飞，阮拢感觉阮拢一直正面咧行。因为伊个景物画甲感觉真远，所以景物，因为咱会感觉咱真紧，是毋是？外口个景物走啊真紧，咱才感觉紧嘛，咱才会惊。因为伊个景物拢感觉非常的远。所以我也未感觉讲景物的变化有真大，所以我唔知影阮到底是走偌紧。所以伊淡仔直直坐到这个只，阮看别人咧走的时候，这个只是完全拢倒头栽吼，搁栽遐人，栽来到这，阮坐到这已经看见，才看到遐咧，也要惊死。这个经验一直让我非常的。深刻，咱的心，那甲这个速度，拼命咧行，甲家己的心的感受，调整甲这个速度同步。吓，迄边捌甲大家讲过嘛，甲大家举地球的例，调到这个速度同步的时阵，其实并无感觉家己有啥物咧震动。咱感觉咧震动，是因为咱看到外口的景物，因为伊内面规片拢是暗的，你敢看到远远安尼，了啊有一挂星，有一个较大了啊较光的是日头，敢若安尼尔，所以伊坐啊紧，迄景物对阮的变化来讲非常的少，乃至伊是倒头栽的时阵，因为阮看到的这边的景物嘛是敢像天顶，所以阮完全唔知影阮是倒头栽行较远。所以其实，你看啊，咱对环境的布置无同款的时阵，咱伫迄内面，咱甲有顶悬、甲下骹这种的相间，甲顶悬下骹这种分别对待的相间消除了后，咱就知影啥物是不同的。咱感觉咱咧震动，咱感觉咱咧震动，是因为咱有感觉外口景物的变化，咱小对待咱才感觉讲咱咧震动。你看，当我坐入去这内面的时阵，景物变化非常的少啊，所以我无感觉讲遐景物变化真紧，伊对待走真紧，我嘛无感觉顶悬下骹，所以。因为安尼，所以我感觉讲像速度嘛是无讲真紧啊，就是干安尼驶安尼行咧，所以完全拢袂感觉惊。咱其实平常时，因为咱一直感觉这个空间是足实在，所以咱一直拢是呢以家己做中心，
这个空间内面，咱才有感觉有顶悬下骹。啊，所以我伫遮的时阵吼，我嘛是感觉这边是顶悬，这边是下骹。因为咱平常时对这个空间的感觉，就是拢安尼啊，是毋安尼？咱拢以家己做中心，感觉这是顶悬，然后迄是下骹。啊，请问咱即马地球仪的？你徛伫遮，你讲在顶悬下骹，啊，遮的人徛伫遮，伊会讲对倒一边顶悬下骹嘞？哎呀，啊，所以其实咱就是因为有这种的分别对待，以家己做中心，才开始有顶悬下骹的分别。啊，有遮分别了后，咱才会感觉万物有动静、有气、有来。啊，咱已经伫真长的时间，真长的时间，拢真惯习伫安尼的空间内、世界内面啊。所以，咱要攻破这个空间真困难，因为咱伫住伫这内面，要甲伊攻破真困难。所以，咱就会伫这个空间内面有感觉生灭。有感觉，有得，有失，就开始打妄想，起烦恼。打妄想，起烦恼，就让咱在这个咱感觉真实在的空间内面，一直受到生死啊，一直受到轮回。你经常有甲大家讲过一个例啊，这个例大家拢捌听过，就是水。水，咱人看是水，啊，天顶的人看到是啥？琉璃，琉璃吼，琉璃啊。那恶鬼看到的是啥物？五鬼，是猛火浓雪啊。啊，鱼仔看到是看到啥？看到厝，伊啊当作迄是伊的厝，甲伊的路。啊，其实对遮咱就会使知影，你看。我伫遮感觉这个空间的感受，我感觉顶悬下骹，这是咪拢啥物的感觉？心理，拢是咱的心力。啊，同款啊，先啊，天看到的水，甲咱啊人看到的水，拢无同款，嘛是因为心力无同款，所以咱看到的世界会无同款。所以爱知影。空间的感受嘛是心力所现的，咱心力，咱对咱的心力的控制力甲主张无同款的时阵，那安尼咱所见的法界空间嘛会改变。就可比讲，两个人同齐看到一块云，一个可能感觉伊的形那太像狗啊，啊，另外一个人可能看伊感觉伊太像熊，同款一个景，同款一个环境，有的人感觉是顺境，啊，毋过有的人感觉是逆境。假像大家即卖伫讲堂内面同款，有诶感觉会伤寒，有诶感觉会伤热，啊，有诶感觉会伤翕，同款一个景，啊，毋过虽然诶心力无同款，所以咱所感受开诶空间世界，都无同款诶滋味，同款是路，到遐爬开真平。伊爬顶悬爬下骹，伊拢爬甲足真好势，啊，安那坐安那坎坎坷坷，伊拢爬甲拢是平的。啊，毋过咱人行开咧，还着无共啊吼，人行开着坎坎坷坷啦吼。所以咱爱知影，咱所认为的空间嘛是足希望的。咱所有的见闻各地的世界，拢是咱的心、咱的心力所表现出来的。利益，同款，咱对咱的心力的控制力甲主张愈强的时阵，也就是咱愈
精气的时阵，咱所感受到的空间世界就会愈庄严。你看，同款是水，啊，毋过人天人，伊对心力的控制力主张较强、较精细，所以伊看到有庄严无？真庄严，是流泪。啊，那咱在对咱的心力的控制力甲主张愈弱的时阵呢？啊，就是愈高的时阵。那安尼，咱所看到的空间世界。就会愈垃圾。越是会讲，所以咱下骹咱嘛是同款，咱记几个例吼。咱若念佛心咧，念佛心甲伊相应的是啥物个境？清净的境，是极乐的境。啊，若是妄想心咧，咱所感得的就是娑婆世界的境。啊，咱若起慈悲心。所感受到的，就是一个真柔软的境。如果咱起的那是嗔恨心、嗔恨的心，哎，这个大家都会晓答吧？感到的是什么境？地界、轮回，对不？就是地狱门火。也免费，多山免费。好，啊，咱若讲谈咱人人道就好啊。咱若心量较大嘞，心大讲了所看到的景嘞，会人人好，每个人都很好。啊，如果啊，咱若是真坚定的心，很坚定的心嘞。人人好啊，对待个是是个安那，干那看得像，嘿，看到自己，嘿，就是五级的境。所以哩，历史上一个真有名的公案啊，就是讲掩耳盗铃啊。恁若无看到别人，伊家己耳仔塞开，我无听到，我无看到，就细汉杀你啊吼。因为伊干那看到家己尔，伊拢无看到别个人。啊，你呐，如果咱的心那是较定嘞，定心所看到的境呢，就是禅悦的境，禅悦。啊，如果咱那是散乱心嘞，好，甲禅悦个对待的散乱心看到的安那，无常吼。看到的无常，就是看到一直变化，一直变化的，所以咱的心一直感觉乱。啊，再来咱看，这是就咱的报身来讲嘞，天的法界所看到的，就是啥物琉璃，还有啥宫殿啊，非常庄严的啊，琉璃宫殿。琉璃宫殿，啊，地界咧，地界看到的景是啥物景？嘿，门火哦，免火也是刀山，嘿，免火刀山。好，咱举一几个例来看，念佛心甲妄想心，念佛心是咪控对咱对心力的控制力甲主张？是咪较强，对无？所以伊看到极乐境，比妄想心所看到的娑婆境，搁较庄严。
同款啊，慈悲心，哎，发得出慈悲心，就是咱对咱的心力的控制力甲主张是较强，所以咱看到的景是较柔软的，啊，那甲清净心无同款啊，伊看到的景呢，就是地狱莲花。所以心力控制力无同款的时阵，所以伊所见的景庄严度差真济。那广大心甲虔诚的心嘛是同款，定心甲散乱心，定心是咪比散乱心伊心的控制力甲主张搁较强？所以定心，定心所看到的景，伊就是比散乱心所看到的景搁较庄严。那就咱六道轮回来讲，天人伊是对心。心力的控制力甲主张，是咪比咱人搁较强，也比地界搁愈强？所以伊所看到的世界，伊的空间世界，是咪比地界搁较庄严？其实要记的咧，非常的多。对遮，咱爱知影一样代志，就是极乐世界的庄严。不是求来的，不是求来的，不是你去佛祖头前插三根香，讲保庇，让我会使往生极乐世界，会使看到阿弥陀佛，不是安尼就会当去啊。除了咱发愿了后，是咱对咱心力爱把握会调，才看会到的。那地界来。地界的刀山莲花，嘛毋是咱倒会去的，逃得掉的，是咱对咱心力的把握，才有法度去远离的。所以咱学佛，毋通甲修行，摆你你想要得到什么境，还是得到什么种的感应，一切的境界。其实拢是咱心力所现的，有啥物心，就有啥物境。这个境界非常的希望抓袂掉。如果讲咱若想要去抓到这个境界，那安尼咱就会对一个境，搁轮转到一个境，会随境牵流啊。其实这就是叫做轮回。所以一个真正有法度创造事业，会有法度他改善环境的人，是会晓掌握着心力的人，会晓把握着心力，安尼才有法度共破空间，才变变会过咱算未了的生死。梦境，咱平常时拢是感觉时间甲空间真实在，就是咱看到的遮，所以咱会一直想要把握着时间，伫咱所生存的空间内面呢，一项啊一项啊咧追求。想讲啊，这项代志我做煞，我就会使安心归心来念佛啦。啊，等这项做好了后，就阁有另外一项，啊，我嘛顺煞甲做哦好，再归心来念佛，永远无了时啦，是毋是安尼？想讲等囡仔大汉啦。读册毕业啦，去食头路啊吼，那安尼我就会使较轻盈来念佛啦。啊，那真正等囡仔大汉去食头路嘞，过来恁话要烦恼啥？过来得阁想讲啊，无顺煞吼，等恁嫁娶拢好势啊吼，啊我就会使归心来念佛啦。啊，嫁娶好势了后嘞，啊想讲啊新妇。啊，过来就换新妇啊，做下来啦，查某囝做下来，啊，你嘛打无闲。啊，过来嘞，啊，拢过去了后嘞，佫想讲啊，新妇后生拢爱上班，啊，无孙仔
孙仔孙仔甲带一下啦，带甲互伊去入学读册啦吼。啊，等孙仔嘛大汉去读册啊咧，啊拢款好啊咧，啊换要无用啥？哇，拢款好啊，年纪嘛差不多啊，换开始无用，家己个爸母可能啊辛苦比拼啊，啊你着爱去烦恼，爱去照顾。啊，家己个同修甲家己嘛辛苦比拼，啊开始爱淡仔烦恼照顾。一世人拢有做袂煞个代志啦，所以如果咱若要等赢，才来念佛，咱一世人拢做袂赢。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吼，伊讲吼，赢人毋是单赢的人。不是英人，袂当赢。闲人不是等闲人，不是闲人闲不得。真正有赢的人，不是等有赢的人。你若啥物代志，拢要等有赢才要来做吼，你永远都无赢。所以你只要有心做，就有赢。所以赢人绝对袂是，毋是迄种等有赢的人。哎，你只要有心做，一定定都有赢，定定拢会使随心所欲啊，想要做啥，拢会使去如愿以偿。毋是赢人啊，袂当赢啊。你若毋是咱所讲的即种赢人，就是讲有心啊，要来念佛，有心要来学佛。啊，不是赢人咧，啊，你是一个单赢的人咧，你永远有他赢无？永远无他赢，做是世人，你嘛做袂赢，佮乎你三世人，你嘛是同款做袂赢。所以，哎，咱若想要爱有赢，啊，想要爱有赢，就爱对把握心力，因为咱顶边甲大家讲过。把握着心力，就是把握着什么？时间，对不？把握着心力，就是去把握着时间。咱今日搁讲啊，甲大家知影，空间嘛是心力所成的，所以咱把握着心力，嘛是把握着空间。哦，所以咱起码只要把握着心力。空间、时间拢把握着啊，所以会当做你生活，做你做事业，啊嘛做你有代志一件一件做无要紧。不过你嘛是同款会使专心专工，精进不害在念佛，拢是无妨碍的。所以咱搁较沉重来想起来，咱即马目睭前的这个空间。嘿，咱感觉呢，有远有近，有悬有低，嘛有宽，也是歪。咱感觉都实在。咱对咱这个空间内面的这些物件，咱嘛是感觉真实在。你暗时倒去厝里，倒伫你的房间内面，房间无偌大间，小小间啊。眠床嘛，拄好睏俩。咱伫这个小小的空间，一个小小的空间，咱伫这个小小的空间，一旦睏去了后嘞，咱的小空间会变作啥？嘿，大世界，托大家拢做有经验。小空间变作大世界了后，咱搁伫这个真广大的世界内面呢，把握着时间，
认真啊追求这个大世界内面的每一个景，有我的事业，有我的子孙，有我的烦恼的代志，一项啊一项，搁淡仔哩做袂完。啊，梦中的世界，甲咱精神的时阵，其实同款，有环境，嘛有心情。如果讲这个空间，那不是真希望的，咱就面对一个小空间，变作大世界。咱搁举一个例，哎，咱拢捌想起过嘛吼，唔捌想起过的家手，哈，拢捌吼，啊，就爱讲大家共同拢有的经验嘛吼，才有共鸣啊吼。哎，咱拢捌想起过，啊，咱想起的时阵吼，咱的整个身心啊，整个身心，咱想起的时阵哦，整个身心，哎，拢在倒火烧，对不？啊，虽然咱的色心啊，我们的色身，偌大到真大，无啊，就是差不多五六颗安尼的大尔。啊，不过这个亲分心哦，亲分心。予咱把这个小小的小空间，这个小空间，会变作啥？大世界。哦，这个世界变到偌大呢？大到你行都行袂出来，你行到灶卡嘛，你想去？啊，去到行出门嘛，你路你嘛一路搁你去，去到行来康城搁你去，啊，开念回来就开始大梦想搁你去，你安那行都行袂出去啊？规个拢在倒火烧，人火灾在烧，家家嘛是烧几间厝，啊！你只要走出去就袂去烧着啊。啊，若战争嘞，家家嘛是烧几个国家，啊！你庙好嘛无一定会去烧着。啊，毋过这个亲分心是烧嘞，有咧笑啊吼！这亲分心是烧嘞，是烧掉啊呐！全世界，你规个法界拢在倒火烧，你想要行都行无路，行袂出去。啊，亲分心嘛，甲短短的时间变作长劫，你本来是干呐一件代志，一件代志，互你想起来去，安尼尔。啊，结果嘞，咱甲这短时间嘞变作长劫，对阿多啊，去甲子嘛。啊，搁对钱啊，搁起价等嘞，唔知要起价当时，啊，起价，哎，无煞无去，没完没了啊。除非讲，除非咱一念的心转过来，除非咱一念的心转过来，咱规个法界才有法度啥改变。所以，当咱一念起消的时阵，一念欢喜心，咱唔免去到倒位，嘛唔免等到什么时阵，我起码徛伫遮，就是安那，就是满心的欢喜啊，归心的欢喜。所以，大世界就伫倒位，一个小空间内面尔。可见世界大甲小，庄严也是污秽，吼也是迄个无清净，这拢是咱心力的缘起。咱若伫遮，咱的地见若三无清，咱就会有无量的时间。无了时的时间，予咱去生生世世，啊嘛有算未了的发界空间，予咱的一个境搁一个境去流转、去轮回。做人做无到，换做狗来斗；做狗搁来换做猫啊，做鸡啊啊，叫一个禽兽虫啊、兔啊，逐项做一个境搁一个境啊，要甲六道轮回啊，拢甲啊惊透。
伫个日本哦，有一个叫做世茂的土诶武士。哎，世茂，伊是一个武士吼。啊，咱知影伫日本吼，武士是足有尊严的，啊，而且咧足有自尊的，也是大家足尊敬的。啊，有一天咧，伊去拜见咧叶问禅师、白隐禅师。伊去拜访叶问禅师咧，伊就问叶问禅师讲。咱真正有天堂甲地狱，啊！这个白云禅师在问伊：“你是谁？”啊！这个武士呢？作为方的，我是武士。哎，日本武士是武士吼，是一个大家很尊敬的一个啊角色啊吼，一个角色。啊！这白云禅师呢？伊就感觉非常的惊奇，啊，来对头甲脚安尼，来回甲伸两遍啦，甲看看，讲啊，你安尼敢会是武士？哎，我看你的面相啊，实在甲七七家差不多。吼、哦，这个日本的武士是这样，有尊严的，可以安尼讲也得了。伊随手，哎，剑伊个，哎，准备要背剑啊。哇！啊，这个白云禅师一看到安尼，哇，都欢喜，继续讲。哎呦，你阁真正有炸剑哦！不过你这个剑看起来旧旧啊吼，可能嘛真钝，啊，要甲斩头嘛斩袂断。哇！啊，这个武士哈，气急跳开，剑飞开，随着甩去伊个颔棍啊头前。啊！啊，这个白云禅师就甲讲：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地狱个门已经开开啊！啊，这个武士咧去听。就随知啊，白云禅师的用意啊，伊就正甲剑收开，啊，正甲参合掌，正甲参会，啊，这时阵白云啊禅师呢，就笑笑甲伊讲，啊，好啊好啊，天堂的门嘛开开啊。其实咱的心改变，规个法界的缘起，拢总改变。有什么心，就有什么境。空间嘛是随着咱的心，随时拢一直咧变化。时间、空间拢是咱心力的缘起。咱这个心力的缘起，予咱感受到。有空间的存在，这个心力的相续、消散，予咱去感受的时间的存在。心力的运气，咱感受到这个空间，就可比讲，咱即马入去内面，有桌啊椅啊，啊有钢台，有钢台，有黑板，有门窗，所以咱感觉有这个钢等的空间的存在伫遮，咱心力的相续，啊，咱伫钢等内面，对阿杜啊，甲即马。啊，阁会使阁等诶，予咱感觉有即个时间诶存在。咱心内个转变，咱时间甲空间拢会得改变诶。这呢，就叫做心去转变。咱千万唔好误解讲心转变，好，这个桌啊，甲变做一只箱，伊个意义唔是要叫咱去安尼，
是咱的心力无同款的时阵，咱所感受到的世界空间都不无同款。所以咱心内感受无同款，咱规个法界拢改变。啊，知影时间空间拢是咱心力所限的。那地震三千了后，咱有正确的眼光，安尼才有法度它有好的开始。会木发足，所以说来要甲大家讲的，就是咱行为的改变，也就是下手的所在，下手处。其实，这个下手的所在，咱来安那做，才会使训练咱的心力。训练咱的心力，会使强则有力，强劲有力。咱第一课、第一堂课就是甲大家讲过啊。平时念下即时用，平常时的念头就爱去下功夫，毋是超工的，挂出时间来啊，来下功夫。是一平常时的念头，就要去下功夫。咱透早一醒过来，爱会记哩。一醒过来，一念，就爱甲阿弥陀佛感恩心念。啊，刷来呢，不管是洗手面，还是食早顿，佛号拢爱感恩好势。爱感觉吼，这个佛号有透心白，足专心的，足恳切的，一句一句啊，念好势，唔通求紧，嘛唔好求济，紧加慢是学下了后自然的紧，就是在那边有甲大家记过咧，咱念佛爱念加加佛号同步。正经咱甲佛号同步的时阵，甲阿弥陀佛完全相应的时阵，其实咱嘛是稳稳稳啊，好势好势啊，安尼咧念。不过咱袂感觉紧，所以当你有感觉吼、哦，我要念较紧的，我即马念较紧，念较慢，其实咱甲阿弥陀佛并无完全相应啊。所以这个紧，唔是咱家己赶紧的。咱若是用赶紧的吼，咱迄时阵的心是一心伫念赶紧，并无佛号。即时阵，一心在念赶快啦，即时阵的佛号，只是敢若剩一个空壳啊，就是一个声音尔，一个声音尔。代表的这个声音，这个时阵代表的是赶紧的意思，不是阿弥陀佛。咱无法度把名号去总列功德，没办法以名招德。过来刷来呢，咱一天当中，就爱予咱的佛号点点拢感的心灵，暗时。爱念佛困去，半暝若精神的时阵吼，嘛爱甲佛号感冒好，爱逐工安尼念，逐工安尼感，感久就会痒。咱下手的所在就是伫遮，敢有真歹做到？嘿，其实只要咱了用一个心，做久就会惯习。所以这点甲大家共勉吼，爱真注意，这个佛号一定爱是专心念修去甲感冒好，唔好互佛号变到一个空壳啊。虽然大家平常时拢有定功课，我爱洗嘴面的时阵嘛咧爱念佛，要创啥物嘛爱念佛，唔过。咱如果迄个时阵念出来佛号，唔是专心念修来咧念这个佛号，
那安尼，咱可能咱的混合是一个空壳啊，是哩安那？赶紧赶紧，我要来上班，赶紧，我即马爱紧洗嘴，后天我所爱菜要炒花搭。其实咱的混合会变作拢是啥？拢是其他咱生活的代志啊，以另外一个空壳来代表，一个代表尔，来代表会换一个名词尔。所以啊，咱净土法门念佛，就是咱爱甲阿弥陀佛念甲离咱的心内面活起来，唔通念甲是一个空壳啊！爱甲阿弥陀佛念甲离咱的心呢，念甲互伊活起来。这是为什么？咱真需要来听经闻法，因为咱来听经闻法，知影阿弥陀佛的功德，体会到念佛的可贵。所以，这时阵咱一念起佛号，一念起阿弥陀佛，所代表的意义，声声句句，拢是充满着咱对阿弥陀佛归得依靠的心，归途依靠的心。咱平常时，你拜托人做一项代志，你要去拜托人做一件代志，咱迄时阵的态度会安那？足辛苦的吼，你若咧叫伊个名的时阵呢，吼嘛足辛苦的，某咪人拜托吼，即个啥创啥嘞？咱充满着啥物期待，对不对？咱会非常的亲切，充满着期待的心，去叫伊个名，某咪人要甲创啥？你看。咱要拜托一个凡夫，甲咱做一件代志，咱就会才会那辛苦。更何况咱即马是要找阿弥陀佛，甲伊拜托一件一世人的代志。咱全心的恳切甲期待，就是靠即句阿弥陀佛。这种的心情所念出来，才是活跳跳、足有滋味的佛号。所以，这种活跳跳、真有滋味的佛号，这是阿弥陀佛无量光的滋味。咱哪里欢喜快乐的时阵，这时阵咱念出来的阿弥陀佛，是真诚的感恩、真诚的感恩。咱若真失意、真艰苦的时阵，这时阵念出来阿弥陀佛的滋味咧，是无量的安慰。咱若当咱茫茫渺渺、唔知要安那的时阵，这时阵念出来阿弥陀佛咧，就是真有咱的依靠。若当咱人生还是事业，坎坎坷坷的时阵，这时阵所念出来的阿弥陀佛呢，是无限的鼓励，无限的鼓励。如果咱若是辛苦病痛的时阵，咱念出来的阿弥陀佛呢，是规片的慈悲。咱若当你真正奋斗的时阵呢，咱念出来呢，阿弥陀佛是咱真正确的方向。正确的导航，其实要记的咧记不完，这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光的滋味。阿弥陀佛无量光，光是光伊的用嘛，它的用。所以咱念佛的时阵，一定爱把这种心念出来。爱把咱对阿弥陀佛真正依靠的心
念出来。如果讲咱对三宝世界，搁有任何一件咱认为讲会使来做依靠的，不管是人还是事物，迄时阵咱的心就无法度一心去归命阿弥陀佛，没办法一心归命阿弥陀佛。举一个例，大家拢有啊。搬脚打坐的经验，搬脚的时阵，你脚咧疼，脚咧酸，因为咱知影讲吼，我只要随甲放落，我都袂疼，所以这个心有依靠啊嘛，所以当我打坐，你酸疼的时阵呢，这时阵，咱家的一心归命，甲脚紧放落。为老师，那唔较紧刷板啊！回向机呢，那会遐尼济句哦，阿未念完，五时三两集哦，刷啊，紧放落来。咱一心是归命呢，甲脚紧放落来。所以这个时间所念的佛号呢，拢是干一个空壳安尼啊。如果有一天，咱发现着讲，咱的辛苦病痛，咱的酸痛，唔是任何的医疗会使消毒的，嘛唔是咱任何姿势的改变都会使无去的。这时阵，咱的酸痛中，咱才有法度真心。但阿弥陀佛是咱的依靠，咱才有法度真心念佛。迄时阵，咱念佛的力量，才挡会过，先咱在酸痛的落，才抵得过酸痛的煎熬。乃至呢，有法度对咱的病苦产生呢治疗的效果。咱鼻痛中，并唔是大家每一个人拢有法度去提起正念来念佛，所以咱就是爱对平常时，爱对平常时这种会使解决的鼻痛、酸痛，就敢像咱打坐的时阵脚的酸痛，这是咪随会使解决的？脚随放来随袂痛，对无？咱就爱对平常时这会使解决的病痛当中呢，就爱训练咱对阿弥陀佛一心归命的心情。有的人一世人念佛，那一旦破病、歹医，伊就开始怀疑讲，经常讲念佛人会使远离灾障，远离灾障啊。怎么会无灵？经常又说一粒佛名可以消毒80亿劫生死同罪，是怎么我这一点的病痛就没办法消除呢？其实这实在是咱念佛无用到力，不是佛号无力，是我们念佛没有用上力，不是佛号没有力。咱念佛功德有法度挡会过这辛苦病痛，有法度挡会过这个生死无？就是看咱的念佛是咪一心归命，安尼伫念的，对内心的恳切，对咱内心恳切，对阿弥陀佛。会喊话，所以平常时大家在念佛，一定要用这样的心情来念，咱念出来的佛号才不是一个空壳啊，咱念出来的佛号才会非常的有滋味。咱对阿弥陀佛无法度发出
一心归命的心情，是因为一个原因，就是咱对娑婆世界伤过熟悉啊，咱对阿弥陀佛阁伤过亲近啊，咱对一个较亲近的所在，咱就真容易过去咱熟悉所在会喊话，咱就真轻易就会离开。咱较亲近的啊，咱对咱来讲较亲近的佛号，常常会叫咱较熟悉的梦想赶走，是咪安尼？所以咱即马就是安那训练，互咱对甲阿弥陀佛这种一心归命的心情咧，就是咱甲阿弥陀佛爱去熟悉，爱常常念。真迷乱来念，念到有一个感觉，念到有一个处的感觉。请问大家，大家拢有处嘛吼？不管是你家己的，还是租来的，啊，迄拢是你倒腾去休困的所在。处是啥物感觉？嘿，真温暖，真熟悉，让你很安心，啊，所以在外面不管怎么疲劳，回到家里你就可以很放下，感觉很安心的休困，啊，所以家就是一个熟悉的感觉。那一旦我们去一个比这个家更不熟悉的地方，去一个较无熟悉的所在的时阵，咱拄头啊兴兴一过，咱真紧就阁想要转去倒位，嘿，转去厝里，啊，要转去这个熟悉的所在，啊，所以咱啊出门三工嘞，吼，兴兴，好耍好耍，心鲜心鲜，啊，若予你出门三个月嘞，嘿，可能就开始嘞会想厝里啦吼，啊，若予你三年嘞。哎，可能为人就挡袂掉啊！我要回来厝住，我唔爱住遐。其实念佛就是安尼念，咱凡夫啊无法度他无拍妄想，嘛无法度他无起烦恼。唔过，咱念佛就是爱甲阿弥陀佛熟悉加。咱对娑婆世界任何所在、任何代志、任何人，拢袂搁再有处的感觉。咱来对阿弥陀佛念，甲对娑婆世界的一切，拢无处的感觉。虽然讲，迄时阵咱三不五时，搁是同款有梦想，也是有烦恼。不过真紧，咱就会搁去想到阿弥陀佛，因为阿弥陀佛是厝的感觉，是回来故乡的感觉，足安心的。其实这种感觉就是皈依的感觉，就是皈依的心情。这种皈依的感觉咧，虽然讲咱现住时还未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啊，不过咱只要一念起阿弥陀佛，就生到净土的安心。就可比讲，行山顶独无路的囡仔，伊找无路的时阵，迄时阵伊会感觉安那，足惊吓的，真凄狂，哎，茫茫渺渺四界东。啊，若拄拄啊好，捡伊撞到一条伊过去熟悉的路咧。啊，虽然讲这个所在离因厝里阁真远，啊，毋过呢，伊规个心拢会安落啊，因为伊确实相信，嘿，伊真确定，这条熟悉的路，只要我行落去，继续行，时到就到厝。同款，咱念佛就是安尼念，爱念甲对阿弥陀佛才会那熟悉，念甲咱只要一念起阿弥陀佛，
虽然咱搁伫娑婆世界，毋过咱着往生甲净土、净土的安心，因为咱真确定，我们非常的确定，咱只要安尼念落去，继续念落去，就会使安那因缘啊到，就会使往生净土。这条回去的路，归家路啊。这条回去的路，咱因为过去较久无行，所以叫生分去。所以咱即马想要行，煞颠倒无遐惯势。所以咱拄头啊，要安那下手咧？咱拄头下手，就是爱对定定行啊，安尼落下手。一路直直去，继续甲行落去，甲这条路行有惯势，定定行，行久的惯势，行久就有路。咱拢普遍有一个较无好的惯势，就是爱去看外境发生什么代志，啊，看别人安那，听到消防车，哦伊做过，咱就赶紧去看，看倒位伫倒火烧，听到人讲一个消息咧，就紧要探听，啊，搁刷来安那，看到一项代志咧，就是期待要知影讲，伊搁来会发展是啊什么。其实，这就是咱是安那有法度看电视，也是看影片，啊，会使看甲足专心的，看甲心神。因为这拢是伫看安那，看别人安怎，所以这种的专心，讲是专心，其实伊是一个叮当的，它是动的。伊是一个境，搁一个境，不断一直伫变化的。咱是真专心伫攀缘，这是叫做散乱。啊，毋过念佛无共款，念佛要看的是看家己的心形，看自己的心形。咱平常时做无够多，念无够多，所以咱也未惯性，常常会去有烦恼甲妄想，甲咱赶走。咱家己的心形到底是安怎？啊，刷来是安怎？其实咱并无把握，因为咱对心力的控制力甲主张，阁伤过无力。所以咱的心安住袂落来，安住袂落来，所以咱的伫这个真广大的空间内面的长劫轮回啊，咱广大的空间有偌大？六道轮回，有六道遮的大，遮很大啊！做人做无够啊，做狗来斗啊，做猪做猫啊，一个境搁一个境去轮回。所以咱念佛就是爱安尼专业心力来念，念到甲阿弥陀佛相应，愈熟悉，这就叫做以心愿心来念佛的信心法门，以信愿心来念佛的甚深法门。这种念佛的滋味，甲拍坐的滋味同款。或者味重重，味重重。咱听遮侪堂课啊，恁敢知影啥物叫做味重重？
欸、什么叫味重重？味重重不是只有你说很多滋味很精彩呢、欸、很多滋味很精彩，这是什么、欸、这是广度，不只有这样而已。味重重是刚头淡的时候没味，如果剥开那个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可惜、啊、我们刚开始修行，刚开始念佛的时候、啊、没感觉有什么滋味，念阿弥陀佛也没感觉什么怎样，正经要开始用功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辛苦，所以轻剥下去的你会感觉很可惜、啊、不过你如果认真又剥下去呢，就会愈剥愈有滋味，一层搁比一层搁较愈有滋味，层层卫生呐、啊，一层比一层搁较有滋味，这就是伊的深。安尼才叫做味重重。所以咱念佛、听经闻法，要甲佛号、要甲经法扬起，就是爱安尼扬。并不是单出伊真济滋味尔，是爱一点比一点搁较有滋味。这种的要领，就是阿多甲大家讲过，就是爱把握着信愿心，用信愿心来念佛，才念会出这种一点比一点搁较深的滋味。常常念，久久啊，久久啊念，很长长、很长久的念。你那安尼呢？咱就伫稳当中，就有进步；稳定中就会有进步。咱要知影咱有进步，有一个方法啊，就是大家爱有定课，大家要有定课。请问大家，大天拢有定课的，请举手。每天有定课的，啊，歹势举手哦，无紧啊，恁举手无紧啊，吼、哦，大天拢有定课的，请举手。哦，袂少吼，啊，你其他人拢安那哈？虽然念哦，吼、哦，好，啊，请问这个大天有定课的？你每天的功课都没有漏到过，请举手。哦，很好的、哦、好。咱敢知道说是怎样咱的功课会漏到去，咱的做做的做了会漏到去啊，太无闲哦，还是忘记去。咱要知道，只要咱甲咱做袂到的原因，咱也提予外在的环境，是外在的环境因素，予咱呢无法度做到。如果若安尼，咱永远都袂进步。功课做了会漏到去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就是家己袂晓定功课。啊、第二就是完全无了解，就是无完全了解啦，吼，无完全了解定功课伫咱修行上的意义。咱普遍也知影的，定功课只是防止咱懈怠啊，你累积资粮。啊，毋过咱较少知影讲这。功课，咱得定课，伫咱的心行顶关有虾米种的意义？啊，因为安尼，所以咱抓袂掉咱的心，咱的心就会去互环境控制去。所以咱安尼做开的功课，会常常会漏交去。安尼功课做搁较侪，只是你的红衣裤啊较侪，
还是你的大哥哥，你现在敢想用大哥哥是无？你的大哥哥较济啊，只是安尼尔。咱对心力的控制力甲主张提升到底有偌济，帮助并无偌济。所以咱爱知影定课，咱记定课吼，记定课。咱记定课吼，定课记落诶，毋是干那记迄个数字，毋是干那记遐个圈圈勾勾。吼，其实定课所表现出来，是咱心的穩定度，每天念佛都有定课，每天都有把这个定课做好算。这并无表示讲咱的心是真稳定，颠倒是表示咱的心是真无稳定。大家知影这种严重性无？我阁讲一解吼，因为这个心型吼真微细。我逐天拢有做电课，我逐天电课嘛拢有做刷，这并无代表咱的心真稳定。颠倒是代表咱的心是真无稳定，为什么呢？每天念佛拢有定数，每天拢有做完功课，这只是表示咱的心，咱的心有某一个水准，有某一个水平的稳定而已。不过这个水准无一定真高，举一个例，恁即马定课定偌济哈？一万声念会完未？吼、哦，定课有超过一万声，请举手。无吼、哦，五千声念会完未？吼、哦，我爱记恁较做会到的啦吼，记伤远的，安尼就卡较袂相应。好啊，咱准讲五千声好啊吼、哦，好。比如说定课念佛五千声，定课念佛五千声，我今仔日无闲无工，我念有五千声。那安尼，这代表我搁留有一丝仔水准。啊，那我若逐天闲闲，嘛是念五千声嘞。嘿，这个水准就无讲盖悬啊吼。啊，那有当时啊无闲，啊有当时啊真闲，啊我拢逐工嘛是共边边啊拢做五千声。安尼呢，虽然你有某一个水准以上，啊毋过即种的心型呢是起起落落的。啊，所以咱画一个甲大家讲吼。我再画一个，画一个就好了，我用无共色好了。好，这个是日子吼，日子啊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好，咱写五天就好了。好，啊，这是咱的定课。好，咱也多讲五千声吼。如果阁讲啊，咱第一天非常的，咱即天非常无闲，毋过我念有五千声。啊，即天较闲，我可能念较济，念头七千声。啊，即天呢时间愈济吼，我念较济。啊，即天较无闲啊，我念较少。啊，即天阁较闲，阁念较济。
啊，另外一种的咧，伊是安怎？有闲无闲，我的功课拢做甲足稳的，逐工都五千声，哈、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五千好够，我来做我个代志。好，啊，逐工我拢甲功课做完啦。好，这是这两种的升级。好，咱即马你开始拍升级，袂使照安尼拍吼。咱讲过啊，定课所代表的是啥？心的稳定度，嘿，所以即马咱爱来看即个心的稳定度会生做啥款？啊，同款这是日子吼，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吼，好，五天好啊，吼，啊，这是心的稳定度。我真无闲念五千声，表示我心的稳定度水准有悬无？有悬对无？嘿，水准真悬。第讲下一节吼，嘿，这水准真悬。啊，即讲较闲，所以我念较侪七千声，所以水准有悬无？嘿，嘛袂歹对无？所以这个水准嘛是真悬的。好。啊，这个搁较闲，我就会使念较济，所以表示伊的水准嘛是拢保持真悬的。我较无闲啊，好，啊念有较少一点啊，所以伊的水准拢安那，嘿，拢真悬的。所以这个心的稳定度有稳定无？嘿，真稳定。好，啊，咱来看黄的这个，足无闲的，我念五千声，表示这个心的水准。嗯，有关吼，哦，介同齐伫遮，啊，即天较闲啊，我嘛是念五千声，水准嘞，好落来啊，啊，即天愈闲嘞，哇，我嘛是同款念五千声，哇，搁落来啊，啊，即天有较无闲一点啊，我嘛是念五千声，啊，即个搁落来啊。所以咱对定课爱捌落头，唔好就是讲，吼、哦，我做稳定的，我逐天拢是做安尼，我定课拢无断。啊，毋过爱知影，你的心的稳定度，你的水准呢是起起落落。这是安那，咱安尼念较济，我逐天定课拢有功课拢有做完啊，是安那？我甲即马拢阁无一点啊眉毛啊，都还没有一点眉目，因为咱心的稳定度是一直点啊起起伏伏、起起伏伏、起起落落的啊，真正念佛心稳定，是闲的时阵袂去闲过，所以咱念的会念超过。五千声，虽闲会多也少，啊，咱念佛就有加有减。不管安那加减，搁较无闲，绝对袂比啥物较低，五千声搁较低。所以大家记功课的时阵，卖谈顶关声，功课五千声，还是上经偌济，啊大哥哥大哥哥，安尼恁讲出来吼，到尾也会变这条黄的。你得爱一个啥物基本的五千声，啊你会较老较大个咧。今日是七千，还是偌济？啊今日是因为发挥，今日是因为啥物代志？啊大把变了写一个，安尼你得知影讲，有法度监督得监督出我家己用功。的情形到底是安怎？咱心力的坚持度有够，安尼这才是叫做念佛心稳定。安尼念佛才算讲有一点啊功夫，有一点啊眉毛啊。当然啦、啊，如果那是连定课都拢无的吼，迄免讲啊，迄心的起落关键。啊，到底是安怎？
家己拢无清楚，而且佫会就是讲吼，啊，家己生活都过甲顺顺稳稳啊啦，哎，无做功课啊，啊，我都无做功课尔啦，啊，我都有信阿弥陀佛啦。那这种情形吼，就猜想咧，浮在水面的叶啊，哎，浮在水面的落叶，浮在水面的叶啊，伊带这个水影起落，不过伊并无感觉伊在起落，并无感觉伊在震动，因为伊规个起落，伊是甲这个起落同步。只有咱定落，只有我们的心稳定下来，咱才看会出咱的心形会起落。迄时阵，咱才有法度知影讲，咱要安怎进步。啊，那今日时间的关系，这段会较过一节啦吼。后壁后一届，恁也会记得咱讲较多吼，讲较定课，啊，心会起落这个只。啊，后礼拜嘛继续甲大家讲，这个定课是安怎，咱会有当时啊会做甲啊动一个停一个，动一个停一个，咱要安怎来突破？哦，咱后下一礼拜再来讲，阿弥陀佛。